今天来到达鲁马克部落，探索小骨头木的有机乡村园，听丽媛介绍男女青年们共同搭建秋千的故事，跟着淑华一起学习卢凯族传统料理，小朋友也和小曼主厨学做披萨，真是一个很在地又开心的旅程。我是小爱，我在达鲁马克头目的乡村园。可是为什么乡村园有这么多的杂草呢？小骨头木，因为这边是有机友善耕种的乡村园，所以我们对土地跟社会都是有环境保护责任的哦。是，重点这里还有鱼菜共生呢。没错，这么厉害，你怎么知道？祖先传下来的。对。来到这里啊，看到这么大一片，这个都是你的吗？对，这一块是我家里的乡村园。因为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乡村，它可以长到多高？乡村它是属于乔木，它的木头可以做家具。哦，对，来青骨、红骨，哦，另外一个叫臭椿。怎么样去知道臭？你一闻就知道它跟一般的乡村没有。这我这边种就有两种，这是红骨的，它是红色的。青骨、红骨，所以青色是青的，你又吃。你都没有问就可以吃，可以吃啊，可以吃啊。乡村它原则上它整株都可以食用，像如果说我们要炒菜啊，乡村炒蛋啊，蛋是才找嫩的，对，干的话做成所谓的保健食物，那就要找老的，炒老叶。嗯，那我们原则上就会从下面开始剪，有一颗有没有？有，这个就是会再长出来，跟这个一样。哦，不能剪到那边，所以不要去剪它，要剪上面。我是有一点点甜分，所以剪完之后，这里还会再长，它下面就会再发。啊，那么厉害！我剪了哦，这样就可以了。我呀，这样有红色的地方可以摘。这个都可以。真的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可以。唯独在它的中间这个心这边不要踩。因为它要再摘摘摘。哦，这个心，对，这边都可以采。啊，其实我们在田间在除虫，我不是要让虫全部死掉，因为你让它灭绝，它有另外一个害虫在进来，共生共存的感觉。对，没错。对啊。對，早期卢凯族在土地种东西是它是混根的，所以这人在思考说我下面要种什么，迷迭、薄荷、甜竹葵那个方向问题。哎，对。其实乡村跟乡长它的地下的根，他们是会互相影响，没错，香味也会特别哦。所以它种出来的，像你刚刚讲的薄荷啊、迷迭香，可能就会有一点乡村，因为乡村有点不一样的改变，对不对？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东兴村达鲁马克部落是台东县东卢凯族群唯一的部落，地理环境是在利加西的范围。住在这里的族人大约有1600多人。听说达鲁马克的先祖发祥在中央山脉南边，海拔2000公尺的肯杜尔山，他们经过很多次的迁移，
大概在300多年前，到了海拔600公尺的卡帕里瓦地区，在那里建造石板屋，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们曾经有火灾过，但是没有坏掉，还在保留，拿到这里。一个组、一个村都会有祖灵，没有这个，哪里有我们祖先？哪里有我们的文化呢？我们达鲁玛克它的祭典其实是按照小米的生产过程，然后来做我们的祭典仪式。啊，今天是我们达鲁玛部落整个小米收获季的，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典仪式，乌沙维列吉。用汉语来解释的话，就是它有除秽、摒除疫情的这个解释。这路上祭不是说只有现在才有，从旧部落时代一直到这里都有，也超过300多年。对于小米是一个精神信仰的作物，我们要用很敬畏的心来去迎接小米神。家里乡镇种了20几年，我接手已经算长得不错了。我主要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乡村园的管理啊，你说在种植这方面比较属于我会请部落的阿姨他们帮忙。为什么当初爸爸他会很坚持想要把乡村这个继续种下来这样？当初种的时候是有一些收入了，但后来他坚持是因为他这个乡村他真的是有在跟亲戚朋友分享，他自己有在使用，所以他觉得这个真的有效。我们种这个乡村是要改善自己的村庄的那个生活嘛，第一年第二年很好，产生很多，因为这个东西好，总有一天会有人买，会来找我们，我就一直很坚持的不想拿掉。前5年大家都一起种，疯狂种，然后后来因为在收的时候，在卖出去的时候，后来没那么多量，中间就有人放弃了，就不种。嗯，啊，现在就是家里种的，就是那时候一直没有放弃了。啊，也是因为父亲他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桐木的卢凯族话怎么讲？达拉拉赖，达拉拉赖，所以大家都叫你达拉拉赖吗？这样叫应该都比较是老人家啊，小朋友都是这样，桐木。桐木好，因为他们哦好。达鲁马克传统制度是以桐木为领导中心来主持各种祭典活动。虽然时代变迁，生活形式转变，现在小虎桐木坦然地肩负起传承自父亲的部落责任。哎呦，这个芳香万寿菊吗？对啊，这可以泡茶。你要留 一小节，大概 一个拇指，给他长。对，给他再待个位置。这样子吗？够了，够了，够了，不用多。这个是养鱼，对不对？你干嘛？有很多鱼耶！主要这边是山泉水，想要把水保持下来，下来的水是有机质的。就是老鱼菜共生的概念、啊。老人家教的，我抽最底下的那个杂质上。其实这都是资源呐、啊。当然资源它不是真的要让你很有钱赚，但是在部落可以生存下去。像我回部落其实也看见部落的另外一个转变，因为部落这几年大家比较看就是绿能这一块嘛，可以靠部落的一个自然的产业能够作为部落的一个资产。第二个就是部落现在在推的一个友善耕种，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有机嘛，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然后接下来部落在推的林下经济这一块，也是年轻人要去学习的，怎么跟这个国家谈一个双方都有赢的局面。欢迎各位来到达鲁马克部落。那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先到的这个地方叫达嘎格拉，就是我们的部落入口。我们的仪式呢，会由我们的拉巴六斯家族来为各位做一个所谓的入境仪式。
为了因应传统领域的画设，从2015年开始，由部落组队，总共完成4次踏查。一方面也和林务局合作，在林班地发展林下经济，并以达鲁马克丰富的族群文化基础，发展部落生态旅游。既然我今天采了这么多的香椿跟香料，反正就麻烦你咯，要做出属于达鲁马克的东西咯。可以啊，可是我需要更了解部落。那可能我要介绍一个植物达人给你认识。哦，我们还有一个达人。有一个很厉害。好。哎，他叫丽妍。哎，你好。然后一般我们都叫拉布拉斯。拉布拉斯。哎，拉布拉斯。来带你认识达鲁马克另外一个层面。好，那我们要进去之前呢，我一样要跟这边的土地灵告知，叫什么名字？我叫小爱。我叫小曼。小曼，那我们会用槟榔去告知，让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才可以很顺遂的在里边走动。这个手杖呢，等会要协助你们走路。好，谢谢你。这边就是我们跟林务局合作的一个林下经济场域，那我们把部落的民俗植物呢，全部移到这个地方来种植。哦，哎，酸酸甜甜的，很酸啊。嗯嗯，哦哎啊啊，很好吃啦！什么表情？我就是难忘丽媛给我的那个手杖，然后我就很有心，而且我很喜欢卢凯族人他们的方式，就是不讲，可他们会做。然后做了会让你觉得很贴心，这样。我2003年离开台北，05年才回来这边，也差不多，15年有了。对。为什么你会想回来？我讲不出我为什么会回来的这件事情，对，就是自然而然的，那个归属感就慢慢的去建构起来，就一直留下来。他回来了，可是他还是有那种。在外面的那种，或者是当军人的那种态度跟那个习惯，他甚至还不懂什么家族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去认识他自己，再从他的家命，一直到他的家族，他的使命感就整个就下来了。我不知道我的族语名字，等于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回来之后。老人家就一直叫我的族语名字啊，原来我叫拉拉斯，原来我的家族是拉杜马阿拉斯，那我的家族的区域就是这条溪流，就是我家族负责的，连这个房子我都舍不得拆，你有办法相信吗？这已经快要80年了。哇，80年的历史哎！从这个地面上这样，然后拿这边的土一直扣扣扣扣扣扣出来，真的，我在这边我是第3代。来，再来看空巴空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蜜源植物，这叫墨骨硝，在火一定要在火上面熏，让它的药引引出来，搓揉或者是捣碎，敷在那个上患处。这个呢，就研发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场域里面所出现的叫山林疗，山林疗愈。这叫皮孙树，调皮的孙子的树。我才躲得进去。小曼进得去，小心头。你很坏哎，我是有多肥啦？这不好意思，你不够高，我上不去，是不是？天哪，这里太漂亮了。所以我刚刚说我不要出去了。走了，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哎。卡住，卡住。是包包的问题。我们小朋友最高纪录塞到20几，20个在里面。这个它是原本就是这样，还是你们有刻意让它中空这件事？它原本就这样，因为它不会有木质，就是
皮碰在一起的时候，像风吹到这样碰久了，它就会黏在一起。同一种树种才有办法啊，不就是夫妻树的概念？类似啊，就哇，其实是很恩爱的树哎。对啊，这个手杖哦，就是在山上走的时候，嗯，我们不会有什么那个石阶，都是这种无障碍的，很容易滑倒。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有这个大家可以撑住，会比较好，比较好走，不会滑倒。是龙猫那个雨伞哎。对，通常我们在山上采集，我们就带一把刀，剩下的就是利用这个环境，找个硬的树枝或者是有梗的那种哦，有点像竹签的概念哈、哦。对对对，叶鞘的一个固定方式。哇。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包装，你丢到车上，车内温度很高，里面的蔬菜不会怎么样。嗯。算是一个保鲜的功能。对，紧急的时候遇到大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用这个，像你刚刚讲雨伞，龙猫的雨伞，龙猫的雨伞，就这样。真的哎！但是我们会拿很大的哦，这个好可爱，要超过肩膀这样。这个叫五幻子，嗯，也可以采这个去做送彩礼。为什么？它是一个湿的，也可以烧的木头。潮湿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可以直接拿来做新材使用的。五幻子呢，是我们会拿来做肥皂用的。啊，它发发的，我看很绿哦，它真的很具有呢。这是真正的五幻子哎，我居然洗到真正的五幻子哎。我们再上去，如果有看到五幻子、金刚力，嗯，那些哦，它的周围要注意，会有陷阱，嗯。会有一个叫做芬多精，它就会借由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它被释放出来。嗯，讲得很好哎，我觉得来这里是一个身心灵疗愈的过程。对，这个不是游程，这是一个来修理你的，不是，没，我们被修理，整理整理自己，整顿自己，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哎。借由这样子的灵下经济，我们去盘点我们自己。后面要让部落有感受到有发展的，其实是他们要投资自己。林下经济它变成是一个台阶，后续真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找出更适合自己的方法。我是小爱，我在达鲁马克遇到的呢是我们的贤伉俪两位丽媛还有淑华，谢谢丽媛让我认识了森林，更认识了部落跟族人的文化传承，谢谢你们。马南嫩啊，对不对？嗯。部落生态旅游就是达鲁马克团队目前正在推动的一种新形态的产业。我们今天走的这个步道呢，也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部落导览解说的一个所谓的生态蓝道。除了能够维持在地生态，还可以兼顾族群文化传承。这里就是达鲁马克部落传统社会组织阿拉古瓦男子集会所的空间。在达鲁马克部落，小米收获季以及秋千季的准备工作，大部分都是由男子集会所的成员来负责执行的。今天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以部落的青年团，我们讲阿拉古瓦的一个所谓的训练过程，我们办理了一个秋千祭，用秋千祭的这个仪式呢，来去传达一个所谓的部落男女的爱情的一个媒介，设计这个秋千祭给我们部落的青年来去执行的。秋千祭的前几天要前往部落传统领域采集材料，按照传统秋千本体是使用刺竹来搭建，这个工作是由男青年团来负责。在山上工作很重要，就是那个心很重要，就是要谦卑，然后还有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听阿爸人指挥，不要自己。我觉得可以有自己的。当我们在选这个刺竹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植物，当它被选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赐名给他，象征的是他有一个灵魂的依附，就是他被选定了。一般的赤竹我们称作高瓦扎，
被选定的次族呢，我们叫他奥大。选定之后所立起来的呢，叫做达莱伊西。我们从以前传统都是拿次族啊，次族的韧性比较高，而且不能拿三年生的竹子，三年以上的。就是要弯的，你直的你根本没有那个可以弹的那个，它的力道会不够。如果弯的，它可以弹下来又回去，弹下来又回去。我们阶层的制度，你要进入这个阿拉卦之前，我们有一个叫迪那个格代哈，那个是入青年会所里面的一个见习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无条件的服从。我们在瓦莱圣里面，第一年是最辛苦的第一年，隔一年他可能会进到瓦莱圣哈，瓦莱圣一期最少两年，最长的三年。这个是在你人生历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段。部落文化教育没有课程，只有陪伴参与。用身体记忆很简单啊，你身上有疤，你一定知道你的疤怎么回事。这样子的记忆就会在你身体里面，它就变成一个无形的一个种子教育。当它吸收养分完的时候，它就可以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其实很多的文化传承是参与，你在参与过程中，你会开始跟自己对话，会开始思考。所以每年的文化祭典啊，每年的这个时间，就是让部落的青年或是部落的族人找回以前那种价值，是把人的灵魂找回来。祭典秋千的吊绳，传统上是使用血藤和葛藤制作。一二，这个部分的材料是由女青年来采集完成的。小的有几捆？就是第一个四捆哦，这都三十捆了。每个秋千的完成，从次竹采集到架设的过程，都需要男女青年的团队合作，以及部落耆老的山林智慧。一、二、三。有没有下去？没有下去。来来来，加油！压压压！整个在做秋千的这个一个搭建呢，应该是说以青年团的方向为主轴。长辈看见了，他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出手，不会那种很特定说谁要做什么，谁要做什么，那个关系是很密切、很连结的。转转转，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皮肤的。来人，让开！来手啊！过来过来。在立秋千之前，有一个布加斯竞赛，就是山林奔跑。那个跑步的比赛，我们要选出今年的赏啊，就会请这个前三名的或者前四名、前五名往赏啊的方向坚持的那些人，他就要负责去把这个秋千缠绕。你站到了部落文化角色的时候呢，你就会被赋予责任，自然的会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活动就是我们青年团的一个姆拉莱萨的进食训练，哦，这是最后一项。来，这个我加油。就是把村庄所有不好的灵气啊，还是一些什么晦气，用呼喊的方式，哦，大声呼喊，从山里面一直往外面，然后再跑回村庄。山林奔跑活动的终点是在达鲁马克民族实验小学，会所青年的家人都会来鼓励他们的孩子，这包含了学校的小朋友也会一起来参加比赛，
让他们也提早学习部落活动。他有一年跑回来的第一名的那个孩子，我都很意外，因为他是一个成绩比较差的孩子，平常上课都畏畏缩缩，因为他成绩不好都躲在角落里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你时间往前推个100年，这个孩子他今天不是这样，他应该是抬头挺胸带领我们部落上山去打猎，然后去分配工作。你应该在这个位置，你应该在这边设陷阱，你应该在上风处，是听他在指挥的领导。我们透过这文化课程来有一个系统性，让小朋友可以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可以对我们部落整个达鲁马克的文化很熟悉。我可以说，如果小朋友在这边六年毕业之后，他对整个部落的话，他会非常的清楚，会达到我们的课程的目的，就是做一个部落可以使用的得力助手。哪一个？有没有？有没有你们认识的？有啊。哪一个？哪里？蹲下来。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宽宽大大的，那个很长的，比亚。比亚。巴拉巴拉努比亚。巴拉巴拉努比亚。嗯，好。这个是什么？够。够什么？够树。够树。你有没有看到它脱掉的那个皮？它非常的强韧哦，当绳子。对，我们会用它当绳子。如果身上都没有绳子，我们可以做止血带。好，来，我们自己走过去，举手才有声音。哦，它有一个很像球的东西。球镜，对不对？没有水的时候在山上怎么办？可以。对，它可以当水分，对不对？对。好，因为只有一颗，然后你要讲出来你吃的感觉。一、二，我咳嗽呢。没有饿的。好，它外层会有一层很像毛毛的，它没有毒。好吃吗？在热的时候，嘴巴干干的，涩涩的。啊，然后有没有水？很多呢。很多呢，吼，脆脆的，像槟榔。我只是想跟孩子们聊天玩，就是很自然的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的父母亲在家里几乎都用祖语跟我讲话，刚好大人国小就是有老师认识我，那我就跟大人国小有接触这样。身材出得来。一出社会，我是在屏东原住民文化园区，在那里当文化服务员。我认识的族群很多，但是就是不认识自己的部落，就觉得很遗憾。然后，所以我回来。好，都有看到了哈，我先帮你们揉好这个小米团。妈妈妈，拜拜。这是头对不对？这是尾巴对不对？对。头对头，把肉怎么样？勾起来，这边也要对折。哇，好可爱的迷你阿拜哦！大拇指，大拇指，看大拇指。
有那个叶子，有那个叶子可以包。那个做好的，做好的拿到手上，我看一下，回去跟爸爸妈妈讲怎么煮。爸爸，跟妈妈讲说放在水里面煮到水滚，再半个小时就好。是这样的哦，好漂亮哦。然后风沙狗这边，爸爸吃，妈妈吃，史迪亚吃。你看到小朋友们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语言，其实很多小朋友会不敢开口，甚至说不出来。可是我很高兴的是看到孩子们不会畏怯，就会很大声讲出来。好，这个是谁的呀？就是你听到小朋友们也回应你主语的时候那种，成就感。你喜欢民族文化课吗？喜欢。阿拜，你吃过吗？自己做的阿拜好吃吗？超好吃。多做一个回去给爸爸妈妈吃好不好？喜欢上课吗？那你准备要下课回家了吗？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学做的阿拜，有一点真的就拜，已经做过猎人饭包，还做这么丑，你看看。好吃怎么讲？好吃。马丁啊！马丁啊！马。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可以坚持二十年？然后我们爱的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兴趣就是同样一个，那我们在维护，我们在重建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我很佩服他的坚持。其实要一个男生没有任何收入，然后真的在部落里面使命感那么深，让回来的孩子可以有工作，就是一直在营造部落有那个就业的那种机会。对，在技能这一块是从小跟父母跟长辈学习教导我们，是说你对万物都要感恩的心。他说你跟着我做，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也很坚持这件事情。借由我这样去讲述这样的事情，然后跟土地的连结跟文化连结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要先把山泉水烧开，一定要沸腾哦，沸腾才能灭菌。150克的水，10克的这个糖，混完了之后再冷却到35到40度，是酵母喜欢的、菌喜欢的温度。在地产业经由族人的努力，部落文化和山林资源也在整合，成为发展部落生态旅游的根本，朝向一种永续环保的部落发展方向，把它变成一个团，这样就可以了。它的精度什么各方面你就放着，因为酵母会帮你做工，就利用酵母跟水的作用力去让面筋出来，所以它延展度到时候会这么长。哦，那已经有了，有。你先拿到这个样子，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凹进去，这样子吗？做完的交隔壁，对，做完的交隔壁，很棒很棒。好，小曼老师今天要来教大家做什么？就做披萨啦。好，那今天的食材有什么？面粉，然后还有什么？酱，发酵。对，所以这个是它的披萨，这是发酵的。那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你们的什么？红梨。红梨。But 哎，这个有人看得出来是什么吗？地瓜。不是，不是野菜，这是地瓜。为什么认不出来？因为它是乡村的嫩叶，上面比较嫩的那一个部分。炒蛋用的。然后这是什么？你们认得吗？地瓜叶。好，这鸭子炒，这个可以当菜，很好吃。好。重点来了，来，我一定要披萨要什么？披萨。
扒，你要扒多扁都可以，用力的扒。然后再来是肉肉，要吃它薄，把它铺上去。然后再来是菜菜，老师有帮我们加料哎，看到了。这是什么？洗了，都洗过手了，对不对？来，第一桌排队。好，先不要揉，拿刀先不要揉它哦。全部坐下，不要讲话，听好。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对，那一下那边，哎，那边别走，哎，那边那边，哎，那边。在上节目呢，叫那么凶。你们觉得不够的，赶快再来要，不然等一下披萨小小的，后悔哦，两口就没了。这边好，要准备弄面团哦，小朋友。叔，你的手是干净的吗？叔啊，哎，不要玩太多，就这里哦。好了好了，不要玩太多。好，拍拍，拍了一个巴掌。你当小老师，我来，很好，你这一面好不好？我来，很好，没关系，可以。你当小老师，我来。好，那你帮忙。好，对，你的好了。好了没？快点，要回答我好了，我就下一段。好了。喂，老师，你要先发番茄酱。用六个小时去蒸发出来，有放红梨，还有黑糖。老师说不要压太大，会变大。虾米，再来，然后放番茄酱，番茄酱，然后再放料，加料，然后再烤。用鸡肉，然后用起司，香椿。来，刚出炉的啊，有没有看到小朋友做的披萨？我们用的都是达鲁马克的食材，野菜还有喜酪。马丁啊，很好吃的意思。嗯。嗯，好，那怎么感觉不鲜艳？你哪一个认得吗？那个三角。哦，我刚刚在烤披萨，你们在干嘛？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就快香吗？啊！是什么？配合了部落的特色，那就是我们的香椿酱啊。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山盐肠，这个呢很特别哦，它是山里的盐哦。然后我要请小曼老师帮我品尝看看，达鲁马克是瓜牛，达鲁马克是焗烤瓜牛。一二三。达鲁马克焗烤瓜牛，胶原蛋白天然的，你要不要？没有，我敷一下。要不要面膜？我需要留一点。真的吗？好啊，这个奶油都融化了，对不对？然后就可以下了。你们三杯嘛，一定要辣椒。对。但是这个不是香料，这是叫做 spicy， 是新香料，这要先放。你把它煮干了之后，它自己就很像勾芡，就很像白酱。哦，哎，这是天然的，不够。哦，酱够不够？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就白酱了嘛，都青酱白酱，青酱啊，青白酱，有没有？香哦，来，香这个可以下了。好，我们撒盐起来。好优雅哦，你们真的很爱玩呢。最香是在你关火的那个余温下是最香的，这个不用火，这样就会融化了。看起来很好吃哦，真的要一碗白饭呢。说话好好吃，怎么说？再叫一次。哇，丁矮，哇，这是属于你们达鲁马克的西式料理。香椿白酱又有点咖喱拉丝的。瓜牛肉，拔丝瓜牛 ，OK。我这边是从田，我的田间乡村园里面摘来的那个香椿，还有刺葱、香兰。有香兰吗？香兰，对，中间这个梗要拿掉吗？要，就轻轻一捏就吹掉。对，要那种，这三，这二，这一，了。倒一倒，哎，你这样弄就有味道嘞，就很香了哎。是啊，你现在加的这个是盐花，一层香草，一层盐，这样子盐花。你看到？然后再加这个盐。对，铺平就好了。像这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了。然后再叠一层厚的。好，然后再来，像你们的这个盐肤木，这是带酸的。你看，这很像摩崖混的味道，来，你闻一下。其实是梅子粉的味道，但是你们没有去想过，哎，有点甜甜酸酸。这个是甜甜酸酸的。我们在做香料盐的概念就是这样，然后一罐一罐的储存起来，等三个月以后再拿出来用。哇！我就是盐花香料盐，不是盐而已。真的特别的感谢大家，所以我们有三个披萨要给你们。谢谢。所以我做了两罐，你们今天有带我对采的盐花，然后送给你，好，你可以把它运用在这个料理里面。这都是从部落里面产出来的香料，哇，太丰富了。好的，那在丽园前面好像也有非常多，好像关于达鲁马克属于专属你们的商品，对不对？对对对，跟林务局好食协会达鲁马克东鲁凯文化协进会一起去。创造出新的产品叫做山岩厂，哦，对这个，哎，好漂亮哎！它的包装盒里面就有分这个六种口味，然后你可以针对你要吃的什么样的食材去配。这个也是我们部落很坚持，也就是从小谷的爸爸啊，敬畏的头目，他的坚持去取得所谓的有机认证。这个我看得出来这是小谷吗？你太辛苦了，才会越来越懂。头目的乡村茶，所以这是你17岁的吗？好的，你看你多上半身还有吗？下面，这边所看到的这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利用在地资源，去创造出更多的不同的价值。的队伍，动人的铃声，部落青年扛起了文化的传承，更担当起作为一个达鲁马克勇士的责任。小米收获季和秋千季是达鲁马克每年最重要的祭典活动。这些传统文化都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参与体验，也从这里开始关注到达鲁马克部落的传统价值以及部落未来的发展。
们现在听到啊，小朋友呢正在跟部落的头目妈妈学习古老的古调。其实呢，在这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和谐的声音，而且呢，我感受得到小朋友很有活力、生命力的声音，这是很难得的哦。听到就感觉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时代在改变，虽然祭典的形式多少有些不同，但是族人和土地的感情不曾改变。耆老想要把传统的生活智慧传给达鲁马克下一代的精神，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做的不是那个这一两年看见的，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同辈的，我们这一个年龄阶层的，我们去分担，去学习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文化的传承，找回以前的荣耀，找回以前的价值，这个比较重要。坚持是很累的，往往在做的时候就是在做坚持的事情。今天我如果可以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去找到生存下去的一个方法的话，它是很好的一个存在。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中，就是陪伴家里人带部落的孩子，更让自己的生活稳定一点，就是创造更多的在地就业。我们一起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家，守护我们的岛嘛，这样子。有一天，部落的文化一定会从根的这个地方长出产业发展的新芽。谢谢你们的招待，也祝福你们，达鲁马克赞！你们知道吗？这是真的要送给我跟小曼的。对啊，这上面有雕刻哎，而且他很认真。给小曼的是有颗白布蛇，然后给我的是因为知道我是Diane的，所以特别做这种Diane蜂蛹编织的这种东西。啊，你要干嘛？这是我的，我的。哦，我们两个打架。是在平地。哦，在平地就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会噔多久呢？四十吗？四十吗？二十。你真的？你来乱赌的啦！我很聪明的啦，我要这样。哎，你们好懂哦。我发现猎人的眼睛都很厉害。可是我刚起来，应该不新鲜吧？你要不要试？我不要。我有那么笨吗？被养哦。达鲁马克，我有，刚才你先要